兄姐妹们，早上好！再次欢迎大家能够一起的在云端，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保守带领我们过去一周的时间，让我们能够经历你自己的恩典、你的慈爱和你的平安。在这个纷乱的世界，在这充满未知的时刻当中，你的同在就是我们生命里头最宝贵、最需要的。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将以下敬拜的时间恭敬的仰望交托，愿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时刻把我们内心中一切的思虑、一切的焦急都能够放下在你的施恩宝座前，让我们真的是完全的把我们自己专注在敬拜你的事情上，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全心全意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让我们一起的来用以下的这几句的诗篇的经文来预备我们的心。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叛跌扑倒，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必仍旧安稳。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让我们首先用这首的诗歌一生一世来敬拜我们的神。
们要一生一世住在你的殿中，寻求你的面。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时时与我们同行。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喜，忧伤是你共济。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是记载在约翰福音21:15-19。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看啊，这是神新的工作季节，神的风已经吹来了，这是成长的风，复兴的风，也是突破的风。它要带领你乘风破浪，进入新的领域、新的机会中。你要抓住时机，勇敢跟随，因为神的突破就在眼前。从今天开始，讲台信息的主题是变迁机遇的生命。让我们一起来学习，
在这千变万化、令人无法掌控的时刻，如何在主里观看神的作为，抓住他给我们的机会，勇敢向他回应，经历他给我们奇妙的生命改变。让我们一起来学唱这首诗歌《神机会的风》。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当我敏锐于神工作的时候，愿你旨意完全彰显，打开我双眼，看见你的作为，崭新的机会正敞开。当神机会的风吹起，主带领我乘风破浪，在生命每个转弯处都经历突破大能恩典。当神机会的风吹起，主带领我乘风破浪，在生命每个季节中坚信倾靠跟随我主。神造万非常感谢，今天我们有梁康明牧师在我们当中为我们宣讲主的道，变迁机遇的生命，从渔夫到使徒，讲到彼得这个圣经的人物，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交给我们的梁牧师，谢谢。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我们今天一起来到天父的面前来敬拜他。也听他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对神更多的认识。从今天开始教会开了一个新的主题另外一个新的系列这个总题呢，就是说变迁机遇的生命，
意思就是说，在我们人生有不同的阶段啊，从年轻的时候到年长啊，我们的过程从学生到啊，慢慢我们从单身变成结婚了，有家庭了，后来也有小孩子了，后来年纪慢慢的长大了，也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环境的改变，所以呢，从生命不同的阶段里面呢，我们也发觉啊，在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也有很多的改变。大家有没有觉得呢？你的性情会改变了啊？或者是你的做人做事，因为也遇过很多不同的挫折啊，经过失败，也经过成功啊，在人生里面就有很多的感触，有很多的认识。所以呢，这个生命的际遇就是碰到某一个环境，我们就有一种生命的反思，然后呢，我们就有一点的改变。那么这个主题里面呢，我们都是用圣经里面一些不同的人物来讲这个主题的。这个第一讲呢，就是讲彼得啊，彼得大家对这个人名一定不会生疏啊，可能我们认识保罗比较多，因为在新约圣经里面呢，保罗写了很多书信啊，但是彼得呢，在福音书里面也讲的很多，所以呢，我们把这个彼得一生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改变，简单来说，他就是从一个渔夫啊，打鱼的一个渔夫，后来被耶稣基督呼召成为他的门徒，啊，当然跟随耶稣3年多的渔夫，他有起初的时候都后来了，我们也在的生命的不同的片段里面呢，都看见他有一点的改变。到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之后复活之后，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个经文呢，就是在约翰福音21章，就是最后耶稣复活之后在加利利海，就是当初彼得在加利利海做渔夫的时候，耶稣呼召他，他就撇下渔船渔网来跟随耶稣。但是呢，到最后的时候，耶稣复活再向彼得显现，就是在这个加利利海旁边啊。那一次耶稣问他的3个问题，你爱我比这事更多吗？耶稣3次都回答，耶稣说，你知道我爱你啊。这个是彼得生命到最后耶稣向他显现的时候，给他一个大的使命。我们有没有想过呢？在以色列的北部，一个叫做加利利省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渔村，一个小小的渔夫，一个大汉啊，是一个没有学问的小民。这个是当时啊，大祭司啊跟那些官长对这一个使徒，这一帮使徒所讲的，很看不起他们。你是没有读过书，也一批呢，这个耶稣的门徒都是没有读过书的、没有学问的小民，会成为主耶稣的大使徒吗？啊，其实他能够成为耶稣的大使徒，是耶稣基督复活的主在他生命当中做了很大的改变的工作。后来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也讲到，那个教会当时有3个使徒，就是彼得、雅各、约翰，就是教会的柱石跟基啊，所以是非常重要。在12个使徒当中呢，彼得的名字常常是摆在最先的啊，最前面的。在今天世界上有很多大的教堂都是用他的名字啊，叫做圣彼得大教堂，最出名的就是在那个梵蒂冈啊，那个天主教的总部啊，这个圣彼得的大教堂。其实在欧洲很多的啊，不同的地方都有圣彼得的大教堂。我们在多伦多也有一个大教堂啊，
也叫做那个圣彼得大教堂，所以他的名字不是因为他伟大，乃是神的恩典在他的身上，从一个小小的渔夫改变成为一个忠心为主献上他一生献上他的生命的一个使徒。我们看见彼得生命的改变啊，我们对他的印象果然最初就是耶稣呼召他，后来在有一次啊，在很早清早的时候啊，天还没有亮，那个水上面也有一些雾气兴起啊，那一次呢，那个门徒呢就在船上啊，但是耶稣就从岸边走过来啊，在水上面走过来，在船上的那些门徒就很害怕啊，以为是鬼怪啊，所以他说啊很惊慌，耶稣就告诉他们，你不要怕，是我啊。彼得常常都是很冲动的一个啊，他是很直肠直脑的一个人啊，就有什么就讲的，他说主啊，你就是你啊，让我从我这里走到你那边去嘛。耶稣说你过来啊，啊他就想都不想啊，就跳下去啊，在水上面又走到耶稣那里啊，这个就是我们印象中其中一次彼得啊。另外呢，深印象的就是在耶稣被大祭司抓着要审问的过程里面，在那个大祭司的院子里面，他三次不认主啊，这个是我们很深刻的彼得的一些印象。后来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个经文呢、啊、就是耶稣复活之后，在约翰福音21章三次问彼得啊。其实福音书里面有很多很多关于彼得的事情，彼得的生命的改变啊。我们看这个几个图画，你都知道了啊，有些娱乐界里面的就是那个整容之后啊，就变成那个俊男美女啊，就是人的外貌可以改变啊，你可以花钱啊，还有可以做很多的方法把你的脸容你的外貌来改变，但是生命的改变就不是这么简单了啊。外貌可以改变，但是生命怎么样来改变呢？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人的本性啊，那个生命是很难改变的啊。真的吗？若是靠着我们自己，真是不可能。但是在彼得身上，我们看见他的改变是神在他的身上做了很大的功夫。所以啊，你若愿意的话，上帝会给你修理一下啊。这个修理一下这个很有意思啊，我们坐的汽车都要定期来检查，要修理啊。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很多事情要改变的，要修理一下啊。问题就是我们愿不愿意给神来修理我们。在圣经里面，在以斯帖书36章26节那边说，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的心，将新的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当中来除掉这个石头的心，很硬的啊，很硬的心，不跟改变的，很古板的，很顽固的。但是神给你一个新的心，把一个新的灵放在你的里面，也赐给你们一个肉心。神能够帮助我们，好像彼得一样，能够把它改变。彼得的意思很有意思的啊，彼得是什么呢？这个希腊文呢，彼得 Petros 就是石头啊，在亚兰文呢就是基法，都是石头的意思。石头是什么？这个特性是什么呢？就是很顽强的，很坚硬的，很率直的
不易改变的，所以这个名字把彼得那个特性表达出来了。我们也在他的过程啊，做从渔夫到从使徒到以后继续的传福音的一生，看见这个石头变成一个肉身，能够神给他一个新的灵。圣经中关于彼得的故事很多的啊，材料很多。四本福音书当中，十二个门徒当中提到彼得的是最多的。你读那个四部的那个福音书，很多都是关彼得的事情。还有呢，我们读《使徒行传》有28章啊，从第一章到15章。主要都是讲彼得的啊，《使徒行传》头15章都是彼得的行传啊，讲到他怎么样传福音的。后面的16章到28章呢，就是保罗的行传啊，主要都是讲保罗。所以你看，28章的《使徒行传》里面，有差不多一半都是讲到彼得的事情。全本书可以说是圣灵的行传，就是圣灵带领改变这些使徒，也给他们有能力把福音传遍天下。所以彼得生命的改变有圣灵的工作。若是我们要生命改变，也要让圣灵在我们的身上来改变我们，让主来修理我们。保罗书信当中也有 提到那个彼得一些事情，所以除了四本福音书啦，除了使徒行传啦，在保罗书信也有提过那个彼得啊，比如说加拉太书啦，就讲到有一次啊，在那个安提柯那个地方啊，彼得就跟那些外邦人一起来吃饭，本来是可以的啦啊，但是后来听见就从耶路撒冷雅各那边有一派来一些人来。啊，他就怕了啊，他就离开这些外邦人。保罗就责备他啊，你这真是虚伪啊，你本来接纳这些外邦的基督徒，但是为什么有那个雅各那边来的人你就避开呢？你就是不是真的啊。所以彼得被保罗来责备。不过呢，彼得不是因为这一次跟保罗翻脸啊，后来你看见读的那个彼得写了彼得前书跟彼得后书，在其中在彼得后书有一次他提到保罗啊，他很欣赏保罗所写的书信的。所以呢，彼得经过的生命的修理，不单单圣灵在他生命中改变他，神借着旁边的人来修理他，也就是保罗来修理他一下啊，把他的锐气，把他的虚伪的那个表达，那个生命的不好的地方来改变他。所以呢，我们看见彼得的一生啊的经历也作为我们的参考。在这里有一首诗歌叫做记得打鱼海上，这个诗歌有5节。我先讲一讲这个诗歌呢，就是把彼得好几个阶段，人生不同的阶段那些的经历啊，第一节就开始他打鱼海上啊，就是冲锋破浪这样子，就呼叫啊，他就撇下渔网渔船跟随主。第二节就是讲到跟主耶稣同登高山，那一次就是耶稣登上高山来变相啊，他就哎呀，真在这里正好啊啊，所以呢他要盖山做棚，但是耶稣说你们要下山去啊，要到那边来见证神。第三节就讲到他在那个小园里面，就是克西马尼园里面祷告的时候，他就睡着了啊。第四节讲到最后的晚餐之后呢，虽然他立志为主受苦，后来耶稣被抓了啊，那天在大祭司院子里面的人认出他，他就3次不认主。最后一节很有意思，就是往事不堪回首
过去很多的失败，很多的次的跌倒，但是他现在要直奔天路，主耶稣向他显现，复活的主给他那个安慰，给他的扶持，给他的鼓励，叫他牧养他的羊，他重新的振作起来，为主大大的工作。这首诗对我来讲是很有感动的经历，就是在应该是60年前在青年团去的时候，常常唱的这个诗，每一次唱的时候，我的眼泪都出来了。为什么呢？就是觉得爱主不够，爱主不够，就是主啊，我爱你，但是爱的不够。我们现在看一看这个录影的片段。记得大雨还剩，日日冲锋破浪，父听着我之声，舍去小庄欲望，主啊，你知道我爱你，知道我爱你。记得梦初早就令我同登高山，时时的见异象，不愿再入尘荒。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记得小院祷告，前途深却茫茫，不能辨识惊醒，让主独自忧伤。主啊，我心仍然爱你，主啊，我心仍然爱你。记得最后望长，立志为主受苦，如何激浪泪淋，三次竟不忍住。主啊，我心仍然爱你，主啊，我心仍然爱你。往事不堪回首，直奔天路何意，愿主恩手带领，甘心负轭从之。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这首诗歌很有意思，就是把彼得在生命中有几个的阶段，用五节圣经五节的诗歌来说出来，每一节都讲到他的失败，
但是他每一次都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很多时候我们在信仰上面经过很多的那个矛盾，很多的冲击啊，一方面我们要爱主，但是在世界上也有很多不同事情的发生，在我们生命中遇见不同的试探，但是这个诗歌给我们有一个反省，最终是耶稣基督用他的爱来把他牵引回来。所以我从彼得这个生命当中，从三方面跟弟兄姊妹来分享，因为他生命当中很多很多的故事，但是从三方面来讲一讲。第一就是彼得的灵命的改变，这个是最重要的。你要改变什么面貌的外面的怎么改，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生命有一个突破啊，要有灵命的改变。第二方面我就要讲到的就是他的性格方面的改变，第三方面就是他的性情方面的改变啊，从三方面来看彼得这个生命的历程的改变。第一方面就是从前他是祷告打盹睡觉，特别是有一次在登山那个高山上面，耶稣变化面貌，但是彼得、雅各、约翰都在那里打盹啊。另外一次就是在那个克西马利园啊，耶稣独自祷告，但是使徒们都睡着了，彼得当然也是打盹睡觉。但是后来呢，他灵命改变了，他恒切的祷告。第一方面，他就有一次在120人的小楼上面同心合意的恒切的祷告，这个在《使徒行传》第一章13-15，那一次在耶稣基督啊升天之后，啊，他们就从橄榄山啊，在《使徒行传》第一章13-15，啊，若是你手上有圣经，你可以翻开来看这个经文，啊。他们就从橄榄山看见耶稣升天去了，啊，知道那天使就告诉他们，耶稣怎么样被升上去，他也会怎么样再来，所以他们都满心欢喜了，啊，回到耶路撒冷去，啊，在那个楼房上面，就是马可的楼房，啊，有120个门徒，啊，一起来祷告。那一次不单单是120个，包括呢有几个妇女啊。有母亲的玛利亚，耶稣的母亲啊，也在那里，也还有耶稣的兄弟在哪里咯啊，一起祷告。所以呢，耶稣复活之后40天向门徒显现，发生很多的事情。本来耶稣的兄弟不信他的啊，但是后来耶稣其中两个兄弟在圣经里面都写了书的，就是一个雅各，一个就是犹大啊，他们写了雅各书跟犹大书，这两位都是耶稣的弟弟，都信了耶稣了，还有呢，他们就同心合意，在那个120人祷告的时候，圣经说彼得就在弟兄中间站起来。他说为什么站起来啊？因为他是领导啊，带领那个120人的祷告会，他就是带领祷告的人。所以你看见彼得这个改变，从前是打盹的啊，对祷告没有兴趣，但是现在他就鼓励弟兄姐妹一起来祷告。还有在《使徒行传》3:1-10讲，讲到他就定时的按照犹太人的规矩按时间去圣殿祷告。在那一次他就医治一个瘫子，生下来就瘸腿的啊，把这个瘸腿的人医治好。所以他是定时，那个圣经说就是伸出祷告的时候，伸出是什么时候呢？就是下午3点钟。犹太人呢一天有3次固定要祷告，早晨一次啊，中午啊一次，那个黄昏就是3点钟之后啊，就在那里祷告，他是按时候去祷告。另外《使徒行传》10:9-16呢，他那次就上到那个房顶上面去祷告，就看见那个异象。那个异象就是有天上有一些大的布啊，一块大的布把许多的动物啊
废了等等呢，有些是洁净的，有些都不洁净的，就是犹太人有些人东西不能吃的，有一些是可以吃的啊，所以犹太人呢按照立位记里面的一些条例，所以彼得看见这些动物的时候说，哎呀主啊，我这些不洁的食物我们不能够吃的 啊神就上次告诉他我认为洁净的你不能够认为不洁净，这个意象为什么，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给彼得知道，后来呢他醒过来，他看见一个意象之后，就是在该撒利亚罗马的一个百夫长哥利流啊，派两个士兵来找他啊，这个外邦人的百夫长找他，要他去跟他传福音，他就去了。因为见过这个意象之后，他就把他的固有的那个观念，他是石头嘛，但是固有的观念就是那个福音是应该传给那个积极的犹太人，不能够跟外邦人有来往的。但是经过这个意象之后，这个石头啊顽固那个心呢就改变啊，他就去，结果呢去到哥尼流那个家里面，把耶稣复活的道理告诉他们，他们那个哥尼流异教人都信主啊，啊，所以呢开展一个新的使命，也可以向外邦人传福音。后来呢他写了这个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节，他也鼓励弟兄姊妹祷告啊，他说万物的结局近了，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哎呀，这个警醒祷告这四个字很有意思，因为他在克西马利园打盹睡觉，主耶稣来到他的面前说，你还打盹睡觉吗？总要警醒祷告啊，不要入了迷惑啊。他就记得这句话，他也提醒他的牧养的那个信徒要警醒祷告啊，谨慎自守。所以呢彼得灵命的改变，从一个打盹睡觉的不爱祷告的人，变成一个非常恳切祷告的。第二方面，他是一个没有学问的扫民，变成一个认识神话语能力的一个人啊。在使徒行传二章十四节到三十六节，还有三章十一节到二十六节啊，大家可以把那个我讲到那个大纲里面有些的经文印出来，你可以再查看这些经文。就是他把圣经里面，特别是那个约珥书，因为那个时候是刚刚五旬节之后啊，彼得跟十一个使徒就站起来，就说那个圣经已经预言了，他引用那个约珥书啊，在末后的日子那个灵圣灵会降临啊，所以他们能够开口讲别国的话来传福音啊，所以呢他引用了诗篇很多的话，所以大家读这个使徒行传就看见他引用圣经。你知道吗？那个时候他们没有圣经，不像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有，顶多顶少有一本圣经啊。但是那个时候啊，他们手上没有圣经的啊，他们只能够在安息日到会堂里面听那些文士啊、法利赛人啊、那些教师、律法师讲圣经的话，他们就记在心里了啊。所以你知道，他彼得那个改变之后，对神的话语藏在心中。日后他虽然没有读过书啊，单单是说听那个在那个会堂里面啊听那个律法书的话语，但是他都记在心中了。以后他讲道的时候，他就把那些话都讲出来，所以很奇妙，也是圣灵感动他。耶稣那个离开门徒之前呢，在约翰福音也提过了，将来圣灵来了，能够把我讲过的话能够提醒你们呢，所以就是圣灵的帮助，叫他能够把神的话语讲出来，讲出耶稣基督复活的道理。那一次呢，就有四千人、三千人信主啊，
所以他大有能力。我们读彼得前后两本书啊，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个作者原来是一个渔夫啊。你看神的改变他，圣灵感动他，把神的话语写出来。在彼得前书第一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他说神的话能够使人重生啊，因为神的话是真理，是真道，把我们引到神的面前。在彼得后书第一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他就教导信徒读神的话语的方法，要认真的读啊。当时他所讲的圣经的话就是旧约圣经啊，都是先知，就是被神的灵感动所写出来的，所以叫他们好好的读，好好的读，才能够知道耶稣基督的道理。所以他灵命的改变的第二方面。那么第三方面他的改变呢，就是从前他是胆怯否认主，但是现在他大胆的宣告要听神的话，不听，不需要听从人啊。在使徒行传四章第一节到二十节，还有第五章二十九节，他们到处在圣殿呢，很多人的面前为耶稣基督复活做见证，但是那些大祭司啊、撒都盖人，他们根本不信复活的事情。所以那但是那些很多的百姓都去那里听他讲道啊，都信了耶稣啊啊，还有那些病人的都被医治好了，所以百姓都很听他们话。所以那些大祭司呢，那个法利赛人呢，撒都盖人就很愤怒啊，就要恐吓他们，不许可他们再传耶稣基督复活的道理。但是两次就在这里经文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啊，所以他很有胆量，被圣灵充满。你看见他们不单单是彼得，还有其他的门徒都是带着能力传耶稣基督的福音。第二方面，彼得在性格上面的改变啊，他从前是骄傲自大的，但是现在他以谦卑束腰。彼得为什么自高自大呢？他在十二个门徒里面他是排第一的，很多事情他是都是先讲就讲啊，要做就做啊，但是慢慢啊，他就没有这么的冲了啊，都是慢下来啊，安静下来，以谦卑束腰。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十三节，那一次是在耶路撒冷开一个大会啊，要决定那些外邦人信耶稣要不要受隔离的问题。主持那一次的会议的不是彼得，应该就是彼得了，因为十二个门徒当中他就是大使徒嘛，要主持这个大的那个重要的会议，为什么不是彼得呢？啊，但是那一次是雅各，是耶稣的弟弟雅各做这个大会的主席啊，而且呢他就是在这个会议当中来为外邦人信主做见证。被保罗当面责备之后，他仍然向人推荐保罗啊，在彼得后书他那里就说保罗所写的书信是非常啊受圣灵的感动啊，所以他就向门徒推荐要好好的读保罗的书信。就是在加拉太书二章十四节到彼得后书三章十五节到十六节这个事情。最后第三方面，就是彼得在性情方面的改变。从前他是很喜欢表现自己啊，什么事情都是闯着要做的啊，但是现在就喜欢隐藏自己了啊，安静让其他人去做啊。特别是在马太福音十四章那里啊，就讲到他让其他的门徒啊来做他们应该做的事情。从前是他很急躁的，抢先发言，什么时候都是他是老大啊，
要表达自己，但是现在他温柔有节制，啊，禁止他的嘴唇不要随便讲，啊，因为很多时候他从前都是就讲了，啊，后来才耶稣才纠正他，啊，不是这样子的，啊，所以慢慢他学会了，啊，不要太快来讲话，啊，那个口啊，不要比那个老子快，啊，应该先经过那个大脑才出口，啊，他学会了生命的改变，性情的改变，啊，所以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他就安静下来，等到其他人都讲完之后，他才站起来说话。所以彼得生命的改变，从渔夫到使徒，从石头，彼得就是一个石头了，变为一个软带，很柔软的，很温软的，啊，生命的改变的过程里面，主耶稣不断地给他修理，也是给我们修理。彼得怎么样被圣灵修理，被主耶稣修理，被保罗修理，把他的性情改变。若是我们愿意，主也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把我们修理一下，改变更像的我们的主。在盖撒利亚腓立比，他说耶稣就是基督，啊，是永生神的儿子，啊，他是抢先要发言，但是后来耶稣说我要去耶路撒冷受苦，彼得就拉着他，主啊不要这样，耶稣就告诉他，撒旦退我后边去，啊，你看他从前就是体贴人的意思，啊，但是还有就是在登山变相那一次，他说啊这里真好，要盖那个山柱棚，但是耶稣说你不要留在山上，你要下到山下面，有很多的工作要你去做。所以呢，经过许多的他的失败，还有一次就是收丁税的时候，那些人就问啊，你的老师要交税吗？他说那啊要给啊，但是后来耶稣就给他知道，我是这个圣殿的税，我是神的儿子，需要纳税吗？啊，所以彼得就错了啊。还有为门徒洗脚，啊，起初他不让耶稣洗脚，但是后来耶稣说：“你不给我洗呢，我就跟你没有份。”他说：“哎呀，这样子啊，我头啊、全身都要洗了。”所以你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冲动的人，都没有经过思想就讲出来就要做的一个人，但是他生命慢慢下来啊，停下来，安静下来。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很多事情要改变，啊，有很多不好的东西要改变，让主耶稣来修理我们，也主耶稣也用保罗来修理他。最后我们看这个经文，就是我们开始的时候练过的，就是主耶稣三次的问他，你爱我吗？最后耶稣就说，你年轻的时候你可以呢随去随意去什么地方都可以啊，但是年老的时候呢，你就要伸出你的双手，人家要把你拉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就是讲到他要怎样死为主殉道。所以在最后主耶稣把彼得的生命重建过来，经过修理之后，他还要给他重大的学论。所以在彼得前书五章第二到第四节，他就经过这些经历之后，他能够讲出这些的话。他说牧要牧羊在你们当中神的群羊，按着神的旨意照顾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而是出于乐意，不要舍己所托付你们的群羊，而是要做他们的榜样，到了大牧人显现的时候，你们就要得到永不衰残荣耀的冠冕。你看他能够说出这话啊，不是起初做渔夫的时候能够讲的，
乃是他经过几十年生命的操练。耶稣基督在他生命，圣灵在他生命把他改变，才能够讲出一番这样的说话。变迁境遇的生命，彼得从渔夫到使徒，我们人生也经过不同的阶段。小孩子时候依赖父母，进到青春期的时候我们反叛，壮年的时候冲锋破浪，中年期到了人生的低潮，老年期我们不知道，前面也有很多很多不同的遭遇，但是我们要紧紧地跟随主，用坚固如石头的信心，啊，石头本来是顽固的，啊，在不好的方面，但是信心呢，就要很坚固啊，啊，要让主耶稣改变你，让你得到丰盛的生命，更像我们的主耶稣。所以彼得三个阶段的改变，也成为我们要追求的经历的三个改变。第一，就是灵命需要改变，我们的性格主会把我们改变，还有我们的性情也会改变，这样子我们就全人整个人的生命都能够改变，成为圣洁，合乎主用，啊，但愿主借着彼得的经历成为我们的一个参考，成为我们的鼓励，神也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做这个奇妙的工作，愿神赐福给大家，阿们。啊，我们非常感谢梁牧师为我们啊所做的美好的信息，啊，的确的，啊，就像保罗一样，不管我们啊的过去是如何的软弱，如何的污秽，我们的个性里头有多少的缺点，但是在神的手中，我们都能够被他来改变。只要我们愿意，只要我们愿意顺服，给他来塑造，更新我心意。更新我心意，使我能像你。更新我心意。现在来为啊奉献，还有其他的啊恩泉的施工，来啊向我们的神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现在将我们啊从你那里所得的一部分来奉献于你。主啊，在你自己的圣工上面，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好的管家，能够来好好的使用它。在你自己的圣工上，主啊，在这个时候我们继续的
啊，来为教会前面的道路来祷告。主啊，我们知道虽然政府已经允许啊教会能够重新的开启，但是疫情仍然是不稳定，还有许许多多需要预备的安全事项。主啊，我们就恳求你帮助我们教会的牧者，我们的同工们能够啊更多的在你的面前寻求，从你那里得到智慧，得到引导，让我们知道在哪一个时刻能够慢慢的重启我们的教会。在同时，我们也恳求你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虽然我们不能够实体的大家一起聚集，但是不论是在网上或者是借着其他的社交平台，让我们都能够彼此的关心，彼此的带导，让我们继续的在你的里面，让我们能够同心同行啊，来啊将你的爱啊传给我们身边需要的人。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也特别的啊纪念啊在八月中将要举行的啊教会的这个儿童啊网上的暑期夏令营。恳求主真的是鼓励我们的家长能够把他们的孩子们来鼓励他们参加，让他们在那个当中能够学习更多认识我们的主的爱。我们把我们的教会恭敬仰望交托在你自己的手中，愿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不忘记你随时随地的同在，你所给我们的机会，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愿意来被你塑造，被你改变。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欢迎你参加我们的网上敬拜，也欢迎你透过我们的网站或者是我们的脸书去认识我们所信的上帝和认识我们，跟我们联系。以下有几件事情让我报告一下，这是有关重启那个实体崇拜我们早前已经跟大家分享过就是建议重启分三个阶段进行按照目前的情况，我们回到八月底九月初再做那个评估，去决定什么时候才开始第一阶段的重启到时候再跟大家报告六月份我们有一连四个星期的家庭祭坛创建时刻，完了以后呢，我们决定在往后的六个月，我们仍然有每个月一次的家庭祭坛家长的小聚让家长们可以继续达到所需要的支援第一次的小聚就是在这个礼拜四的晚上7:30到8:30请家长们预留时间参加。那恩准第一次的网上儿童圣经夏令营呢，就是在8月10号到14号，一个星期每天五天每天的下午4点到5点一个小时欢迎5岁到12岁的小朋友参加大家可以在网上报名，或者是在透过我们家训里头的连接报名也可以。哇，趁着现在天气好呢，我们也鼓励弟兄姊妹，你开放你的后援让小组可以在你的家有夏季的后援实体的欢聚10个人之内就可以了。其实呢，我们前几天呢也跟英文班的一些同学们有一个小小的外游，就是在 Stouffville 区内的一个小径步行了1个多小时不单单可以享受阳光锻炼身体，也可以有彼此见面交流的机会，虽然都是戴着口罩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把握机会举行一些小型的户外活动现在让我们都起立同唱三义颂，然后请梁牧师为我们祝福。
一生万福之愿，天下生灵都当颂言，天上万军也赞助命，同心赞美福子生。请弟兄姊妹起立，我们一同来领受从神来的祝福。愿赐平安的神，去祭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灵与魂与身体都蒙保守，到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来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阿们。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他的笑脸光照你，愿他的恩惠领导你，愿他的慈爱看顾你，赐你平安，赐你平安。我们下个礼拜见了。